黄毛的班主任。咦，不准不准，干嘛一直说我？真的是这个班主任真的人，这个班主任真的人。就细看，就是和想象中不一样。讲出你的故事。太有，都播不了。你这不是还黄牛对我做啥？你做啥？你谈的吗？上会火就会火。哈，大家好，我们是会火营业厅的营业生 SKY 营业，我们是认真的。一个手问题，语言心理测试。完了，要被测下去什么了？我要暴露一些东西了。大家看一下，大家看一下。对呀，会有21小方块，然后你要选择自己最想在的位置，然后测试出的是你们每个人在团队中的性格。在15。我选10。21。我也是。好，我也选10。这个第一排的17。17是吗？那现在告诉我们一下答案吧。说嘛。来呀，其实我们是上一次拒绝低俗，崇尚高尚，对于生活品质有这个要求。不准不准不准，这个真的不 准, 不 准, 不准。后面不用讲了，后面都别讲了，这不准的不准的。你是什么？我跟罗诺的。你今天的话题十个十五是一样的。这完全不靠谱啊，完全不准，都一样啊，完全不准。完了，我已经失去信念了。没有结。然后21号，我林杰带我看一下啊。孤独、寂寞、冷。没答案就前回答，没答案就最好的答案。21的小孩是这个样子，反正也不准，没事。不好，我跟着班主任。黄毛的班主任。最近在录取团综嘛？对。最大感受是什么？最大感受。环保。冷。因为冷，所以睡不够，就是因为瘦吧。因为瘦吧。没有太多一个脂肪去阻挡这样的消耗。讲实话，也要说是我们是凡尔赛。就是啊，这种哎呀，骨子里自带。凡尔赛是什么意思？自恋吗？有没有什么想辩解的？我家村里刚通2G网。可以，每个人你很实诚。你们在这次团综录制中学到什么新的技能吗？我们在这次团综里学习了一个小小的技能，就是很小小的技能，就是潜水，就像是拿到了驾照一样开心。然后以后还会继续好好的学习，成为老司机。老司机。学到了控制饮食。嗯，没有吧？你哪有控制？都瘦了。瘦了多少？没有瘦。我就开玩笑而已。刚才都说了，我们本来就很熟。OK, fine。来了这边之后，更多学到的是环保的意识，对环保有了不同的看法。比如说现在这个光，它一直打在那，我浪费电，我就很想关掉它。录制过程中，对其他朋友新的认识吗？太有，都播不了。很想听的，就能播的，比如细看，就是和想象中不一样。你为什么瞄着我打？我真是搞不懂了。因为我们两个室友嘛。讲出你的故事。我觉得林默是觉得西坎虽然眼睛小，但会看，看得特别准，嗯，对吧？哎，特别的清楚。包括说我躺在床上的时候，我一眼我就能看出来林默有什么对劲。对，对，应该的。真是时刻关注成员的好队长呢。我觉得应该是老胡。对，老胡他会有自己的思想，他会很保持自我。对，这既是优点，但是也是会令我们就是会感到有点头疼的一件事情。谁让你？哇，我不是，我都这样了，我的头再不疼就没人疼我了，知道吗？我跟你疼，你疼，疼，好痛！不是头都有人疼，我就没人疼。哇，你居然有头！你现在怎么变那么尬了？你还不是这样？你好尬！主要是房间里带的，赖我。植物链顶端，那应该是胡文轩哥吧？突然因为你高啊！确实挺顶。啊，这个不是我们说的啊！你原来其实是他的，但是现在不知道为什么他欺负我了。哪有？我看的都是你打他。怎么可能？你这不是还房间对我做啥？你做啥？啊！不，他有的时候他也会高光，但是比较少而已。嗯，什么？能怼这位，这是他，就是能怼的时候都能怼，一般不想怼。对，有的是一直就是语出，就是能语出惊人，有的是少数语出惊人那种怼。那你就语出惊人来说一下，底下还有什么？就是小癖好呀。干嘛一直说我？真的是这个班主任真对人，这个班主任真对人。你的话，就是你的话。好，我等着。说一个小癖好，正经能说的，对，就是他睡觉，他经常会外放鬼故事，你知道吗？他就睡得很快，睡着了，然后我自己在那听，然后我睡不着。
你还记得那天晚上吗？你俩咋对的我？他睡觉喜欢夹人，我睡觉喜欢背靠着人。对，你一个背靠着我，一个夹着我，我在这，我才属猴，我才属猴。好。最内颜值套餐都有谁？不，关于颜值这件事情，我觉得这里谁都不会服谁的，不可能不服。然后第二名，第二票自己，第三票自己。好的，这道题又废了。你要说颜值担当的话，那可能是我。杨贤这个人不服。你知道这样的话吗？我当然知道。理解。下去还是买泡面好。明天八点起来，你的吃饭节奏该怎么样了？明天八点起来，肯定早上起来要先吃一顿。然后可能就去运动一会儿，然后九点钟再得吃一顿，然后十一点吃个中饭，吃个中饭，十二点可能吃个饭后甜点之类的，然后下午茶，然后晚饭夜宵，也不多吧，六顿，对，不止六顿。他是那种就是只要手边可以有吃的东西，他就会拿起来可能吃一口吃两口，然后就不吃了。没有，我没有看到他不吃了。刚睡醒，夜晚是让人沉醉的一个时刻。像我这种那么有艺术的这种思维，就会想很多就是东西。你踢我屁股干嘛？你不敢看，不敢看，不敢看。他不关心我，你谈了吗？精神世界太丰富，中二算了。因为你是穿的最时尚的人。当然了，你知道时尚也被称为艺术。比如说我今天穿的这一身，我随便穿的，看得出来。是他们拿给我的衣服。我先想一下这个工资问题会不会扣啊？其实这是我自己的衣服啊。哎，郭振，到你了。所以就是你觉得自己是什么团队？背影团队你背吗？是反义词吗？背他一人，背三人。真说的话，其实都挺 man 的。说实话，就可能除了人语吧。这么爷们儿。不是，他是比较属于温柔的那种，他比较属于温柔的那种。就是你要说 man 来说的话，最 man 那可能还是我吧。谢谢。然后下一个，左叶的兴趣爱好，你是喜欢摄影吗？摄影，对。然后喜欢撒娇。现在最喜欢最能夸张。左叶。那还是郭振，两个不同风格的撒，一个是撒泼的那种。其实我们团里面，你要说能撒娇的人，其实还蛮多的。林梦也是，我还好。然后小杰有的时候会割那种，只有我从来不撒娇。我跟你撒也没用，你撒。你晕车吗？我们今天，你现在晕，当你自己开的时候不会怎么晕的。那个是因为教练在漂移，它造成的失重感跟平时开车是不一样的。太好了，我现在也会漂移了。嗯，然后就是菜吧，然后还一直自称车神。我有漂移，所以不会怕的。对。然后如果有妹的话，你会把你的妹介绍给哪个姑娘？只能带他们，就围着你。介绍给他们啊，算了，因为如果有妹妹的话，我会很疼她，就不可能让她受一点委屈。我不希望因为妹妹然后影响我们之间的感情。对，不，我们六个人也回你一句话了，是想了看了看谁样子。算了，不要影响我们之间的感情。不重要知识问答，现在是不重要的知识问答，开始了。不重要就算了吧。林梦，啊，这样玩的？重要的知识问题。哦。确实一样，扒了两口饭之后灯都亮了。因为巴拉拉能量。这个梗太老了，好吗？现在最火的三个人是谁？啊？这个不敢说。朱博哥，你这么敢说的吗？丁真。没错，他们都很红，但是。最红，我想想，红孩儿。最红。啊。干饭人，尾款人，算吗？算。默契最是。哇！一样的。哎，咱俩一样啊。哎，你刚才不是这样的、啊？没有，你别变啊！没有，我看真的这样。还有我。不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不是，他刚才是不是这样的？耶，刚才是这样的。看过了，这个脾气我看过了。休想耍赖！
就这么逼啊。这街舞它本身定义就是 GIF 自由和 free 一个东西，你没办法去定义。是我自己的事情了。是是是。这我应该是，应该是。对啊，就是这个嘛。啊，不算了，不算了，不算了。哎，算了，我来出局吧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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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林杰先，三二一，冲！龙仔一秒变身，龙仔变身，猛男，猛男。哎，我来就算了，我不能。这个，哇，这个有点妖艳，算了。哇，今天好冷哦！天哪，你对猛男有什么误解？三二一，干翻人！喊出干翻人口号！滚翻人，滚翻云，滚翻十年最迷人。然后为那个下一位，我们参加节目嘉宾，嘉宾真的还没定，我们留下一个问题。你相信迪迦真的存在吗？我相信，我相信，我相信。然后最后，行，让我们一边去采访，齐飞。完美，我想完美心情。没有，到时候剪出来一半不能用。不是时长不允许。